好吧，我们来个圣剑打几队？圣打队，不是说不用圣打了吗？拍手已经该圣打过吧？炫圣剑的圣哦。哎呦，那个谁 ，NSYN 的这个玩家有默契哦，我喜欢。我喜欢有默契的玩家。两 combo， 同样的两 combo 会有什么结果嘞？哎、欸，结果就差很多了哈。你三 combo 干嘛选这个？来 A O， 纠结啊，叠珠，我唔是故意，我唔是故意。明百姓节目效果做得凶凶啊、哦！你这样太明显了。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，各位观众，我真的不是故意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已经绕过去了，结果还跌珠跌到，我真是佩服我自己。谁转绕过去？再谁转再绕过来？害羞丢 A A A， 我怎么爱鬼啊？可以在这抹就抹了，好不好？谁转？叔叔有外过，小朋友不要写。玩了新手戏就不给你排便，实在不神叠珠就不是平民的，不是、啊、因为我转的不快，所以只能叠了，应该这么说了。好，再一次哦。非常漂亮，转那么多 combo， 居然一颗星珠都没补到，还真正是厉害。第四关哦，吼吼，那就得星珠啊。不要短星珠就好了，不要短星珠就好了。木星没宙斯可以怎么放？放毒龙啊？又是五回合，你玩我啊？你奶奶的熊，你玩我，真的是你玩的。威力是有差的，真的是有差，因为这一队要六 combo 以上威力才会够。不要短心珠，谢谢你。七
轻轻的一个吻。不要问为什么我的节目都这么刺激，这么紧张。对，时间到了，我忘记是两秒了。你先不要走了啊！不要走，沙很大。库鲁邦出现了，这时候跟各位报告，我们没什么光暗珠哦，就绿一下杂珠了。绿杂珠，你把暗珠消掉干什么啊？一起丢啊，丢啊！为什么这六回我总觉得在帮他抓痒的感觉？我来试一下这一波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试看不？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，然后有种，来，我等光暗珠出来。好，有光暗了啊、不怎么样，那么试试看有没有怎么样啊？应该是灌不过去。糟糕！难道这时候就要逼我使出杀手锏吗？这一队真的没有双队长好用，没有这一队我是插在一个回复力啊，回复力啊有插了。然后如果combo数拉到大概六到七以上的话，应该威力就会比较强。六到七，哇，你三到五吗？我想一下。咱们来试试看，干，你在转什么、平民百姓开主角，你可以转七康。好了，你至少送走了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好吧？自言自语。压力很大。其实不是那么轻松的，说实在话，不是那么轻松的。一定要这么大力吗？看，为什么他都知道我往哪一刚刚不大力，现在很大力。哦耶！不会不会，我们撑住后，我们看看这个回复力到底有没有发挥出百姓预期当中的效果呢？斜转，你有种哎、我有种啊！有种啊！这回复力好像有发挥我预期的效果喽。我们撑过五维尔了，这样就是有希望了。这个回复力看起来是有希望喽，平民百姓。一 combo，不行吗？我三到五啊，有些还变一 combo，那是一挂小小意外呢。哎呦喂，我跌，现在没跌到，吓我一跳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竟然把技能全部储回来了，看来妲己真的有奇效哦。
不是有期限哦，谢谢。嘿，靠北魔鬼，魔鬼不要紧，光按制作就好了。你有种，你有种，你他妈的，我被两只，我两只啊，我两只啊，我两只，你知无？看到有大只无？看到大只无？给我一只看了，金箔嘞，很好，我喜欢你挑战我的两秒转速哈，两秒转速去吧，我看着 ，OK 了，啊干，应该先开叉才对。刚刚没有开，准备啊、哦！各位准备好了没有？应该都准备好了、哦。啊，睡着了，可以整啊，可以整啊，可以整啊！啊，不过还没到尾王哦，还没有到尾王，还没到尾王，叫我起来干什么？精彩GG画面啊！看精彩画面，来吧。叠珠 OK， 哦，这个叠珠实在有点可怕。嘎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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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漂亮的回合数，非常漂亮。这时候请把水火木干掉。嗯，水火木需要吗？应该是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平民百姓，战意高昂，服尸。嗯，你这时候尖对吗？没错，我这时候尖对。来吧，记得要用龙科洗水火木珠啊！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，各位千万不要学，因为我没有别招了。比较 OK 啊，好像不太 OK。我忽然发现，我好像开错招了。开龙客啊，开龙客，记得洗猪啊。你只要留一万猪就好，其他全部洗掉没关系。水火木，一万猪就好。这是考验你叠珠功力。告诉各位，最难的是什么？叠珠啊！我是谁？我平民百姓的叠珠，开什么玩笑？我看一下。讲那大声，我看一下。我是谁？平民百姓啊！吃我的三康！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！哦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不好意思，没有看到你几句画面。哎，刚刚那个醒来的应该有看到吗？有看到 KO 画面吗？恭喜，对，所以这是属于一个战术跟配技的一个配置。其实我应该有人一开始就知道我要怎么用了，只是我一直手残，然后要不然就第一关就直接碾过了啊、哦。基本上是意外很多啊，但是。战术跟打法是正确的，所以各位的六到九 combo 有没有这么强啊？不晓得、欸。哦，啊，六到九 combo OK 啦 ，OK OK 绝对 OK。百姓三到五都过了，对不对？开什么玩笑？想不到今天时光这么快，居然还没到十二点，我就可以休息了。三康哥有没有？对我三到五啊，我真的是三 combo 就过了。